有，开枪的感觉怎么样？还蛮爽的。啊，拉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拉起来就重重的就有东西，哇！哇！怎么会这样？哇！有点太细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阿俊现在中了一条，很爽。可以啦，这个鱼下面满满的，满满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今天看我这身装备就知道，我们要来钓鱼啦。然后。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我钓鱼不是很厉害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很厉害的教我钓鱼，所以我要有请我的教我钓鱼的开启我钓鱼小小的开关的人，就是我们的阿光。很今天的目标鱼就是我们的白带鱼，没错，算很临时，然后刚好有位置可以去，对，稳的啦，我跟着老师不会逛姑哈，不会逛姑哈，观众很喜欢看我逛姑，我跟你讲那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打死他，跟我出来钓鱼绝对会中。好、哦，这我最希望的事情。可以啦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这个帮我长进的小伙子，他跟我说他钓鱼钓多厉害。开玩笑。会晕船吗？不会晕船就赢了。他才在给我吃晕船药。我吃你傻傻的不吃晕船药。不吃啊。现在阿光老师要教我们弄。秋刀鱼片，这个粉是什么？吸星大使，对，这是让你不要晕船用的粉，真的。它就是把那个，因为秋刀鱼太油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把那个油把它吸掉。为什么要用秋刀鱼啊？秋刀鱼啊，白带鱼超爱吃秋刀鱼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只有台湾人知道，日本人都不知道用这个。日本人都用什么？他们都用那个竹夹鱼。或者是一些小的，他们都用整只鱼啦，然后人比较聪明的，就切一切就可以钓好几只。然后钓一钓，这个手哦，真的是臭到不行。就鱼味啊，他用绿茶洗，无糖绿茶洗一洗就好了。我以为你晕船呢、欸。没有啦，像你那么弱。我记得以前在北部工作的时候，北海岸在这个季节都会有很多小白船，晚上就会一堆都是亮点在那边钓鱼啊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开钓了哈。开钓啊，早点的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有鱼探机。有啊，一定有的啊，不然怎么钓？那、如果照到金鱼，它会有什么景象？这里就有照到那个魔鬼风啊。魔鬼。船底下过去。酷啊。对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有等，就是那个鱼探机很可爱，它会有等级，就是 L1。LBE 就一等两等的那种哦，等级的、啊、对，然后出现一个红色99等，99等，然后就出现一直你是在玩游戏吧？打怪的概念，對對對，然后它突然就飞起来，超大只。那是不？你现在是在玩手游吗？哦、好快哦，好快哦！高三十吧。哎呦！有体型哎。哇，这赛时不错，还是赛时不错，赛时不错，很会带。有效、哦。等一下，有效。可以啊！哇！都可以。第一条白带鱼。有没有看到身体被咬过？给阿俊一下。为什么？哦，它身体被咬，那下面有更大的，有更大的，很好。哎呀，这个刚刚才咬的。哎呀，代表有其他的要攻击它。代表有昂缸了。这里会有昂缸这种东西吗？曾经钓过。曾经钓过。你的小时候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是开古的。给阿俊拿一下。没事啊，等一下我自己钓一只啦。没有钓到也要拍张照。对啊，先拍啦。没有，先下去，先进去，先进去，进去。我很有志气的，我要自己上一只。第一杆，很大的，这快四指哎。船长在帮我们阿俊拔饵。而且啊，阿公老师凤尾鲷啊。哎，阿公，哎，又中了。哎呦，很爽哎。哦呦，有吗？有吗？小一点。OK 了啦！哦，踢笑！阿健，快了，马上就换你了。白带鱼不要一直换饵啊！他没有咬到我的肉。哦。他吃钩子而已。他
他只吃东西，肉摆在一堆。这是他的最后一餐呢，你知道吗？你还不让他吃一下肉？他还没有吃到肉，就是对啊，对啊。哎、啊欸，他咬到我线，哎、欸，下面鱼太多了，现在多啊，那鱼啊，那还不错，马上咬到。哎、欸，鱼啊更多了，咬到线就要丢了。要重点，要再重打，那很快。怎么那么麻烦？因为我的线又很急了。哦，那就慢慢来啦。好，不急哦，我们有漫漫长夜。哇、哦，有有有，开枪的感觉怎么样？还蛮爽。啊，拉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拉起来就重重的就有东西，哇！哇！怎么会这样？哇！线太细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阿俊现在中了一条，很爽。可以啦，这个鱼下面满满的，满满的。阿俊，上吧！你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前面打结了。阿俊，不要紧张，很兴奋，我知道。比较大的。有吗？中了吗？他怎么中了一个灯啊？他中了鱼跟灯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有下来，起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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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说，怎么那么重哎、欸？不是啊，为什么我的都是小朋友？没有，你要用力抖，抖越用力，他就会追得越猛，这样你懂吗？剪掉是整个咬掉了，就是他就会咬我的耳，没有，因为他可能一直来咬住了，另外一只就从线咬下去。哦。我看你才是给我讲的什么，哇！顺便亲一下裤子，还不起啊？这个方向，方向，擦到人家眼睛了。这个要怎么绑？就上去，然后把它绑到上面啊。随便绕这样子？没有啊，它绕过来，然后你还要再绑去前面啊。哦，假装它是一条鱼。看起来是很皮哦。哇，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。白带鱼一下一斤多少钱？一只如果有市值上就大概200块一斤。有。你也有，快点起来啊！是这三个月来最好的一天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最好的。今天的浪况跟夏天差不多。对。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哎呦！啊，有点在缩水。它是不是刚刚我放生的那一只？而且这只是白带哦，不是油带哦，是大头鳖啊。所以我钓的那个都是油带。你其实最快的方法看它的漆是黄色或者是白色透明。我看都是白色透明。对，刚刚钓蛮多的白带。它、啊、白带比较土，比较香。哦。然后油带比较厚啊，肉稍微比较水一点。哦，看人啊，口感不太一样。看人，它统称就是白带鱼。哦，奇哥啊，有了啦，有没有啊？大只的啦，哇、哦、哟，四只哎。好，进冰箱。好，进猪笼。这只是油带。对啊，比较短，它比较是黄色，它比较精。哦注意啦，睡哦，大哥，你刚刚睡着了哈？没有，我刚刚去找鱼啊，跟他们抬杠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船上的伙食如何。哇，泡面已经变成全部都是面了。其实海上有这个东西是很美味。对，以前我在海上工作的时候，只有凉面可以吃。真的，而且你在这边吃，你会觉得这个面特别好吃的，太好吃。好了，我们吃一吃，等一下继续钓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玩吗，奇哥？好粗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再讲一次，跟你的腿一样长啊，三指半啊，三指半、啊，这只可以啦。这种体型应该也是最好吃的体型，对，而且是最好处理，就是你了。是假的啦，还在粗啊？还妈的！啊，还行还行。哇，这只好肥啊！阿俊的四指很大，这只肥哦。有哈、哦，四根填不到。哎呦，差点被扁，差点被想甩我脸，你差点被扇脆配，超亮，超银的，银色的哟，金光相向，还发亮。我有，我觉得我刚那只不是白带，是吧？刚那只应该是油带。我们目前的战绩，